老战用分手的语气跟女友说话。哎，大哥，啊，我想了挺长时间的，要不咱俩就分开一段时间吧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就是琢磨，好像就是咱俩觉得性格不太合。性格不合。觉得和你相处出现了问题。渣男。不是渣男，就是觉得可能咱俩还是不太适合在一块儿吧，要不咱俩就分开一段时间吧。才发现呀，嗯，我早就发现不适合。你早就发现了，啊，我还发现了呢。所以你要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吗？我还发现了呢，你买奶茶都不给我买一杯，就只买你自己的。大哥，你的在袋里好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。找事儿，你这人，你不知道。你看，我还给你买了一个吴亦凡他们同款的戒指，潮人特别喜欢的。哟，还是情侣戒呢。对呀，啊。小花花。这就当做咱们的分手礼物吧。分手礼物是吧？对，反手给你个大嘴巴了。行吧，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就这么着了。犯什么分啊你？再见了，我走了啊。中毒了吧你？我走了，拜拜。你请你把你的饭钱给我。什么饭钱？刚才的饭钱我结的呢。我不知道什么饭钱。拜拜，我不分手了，拜拜。挑战在人多的地方聊女朋友。宝宝，你说巧不巧？刚好我想要亲你，刚好你又有嘴巴。哎，嘿嘿嘿，逗吗？逗啊，挺逗的。我觉得你挺逗的，这么多人呢，想啥呢？刚好这里这么多人，哎，亲不着，你慌不慌？慌。哎，宝宝，我想吃你那个甜甜圈的心。甜甜圈哪心？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看。嗯，你不就是甜甜圈的亲吗？你有病吧你？无聊。我给你按摩按摩。这下彻底开心。哎，你脸红了，宝宝。你那悄悄打的啥呢？走。当我跟女朋友说我不想结婚了。大哥，我不想结婚了。为什么？脑子不能挤了，还是得啥大病了？没有啊，就觉得没啥意思。没意思？哎，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啊？说来我听听。哎呀，结婚了，时间就得回家，不能出去打游戏，还不能跟兄弟们出去喝酒，然后赚到的钱还得交给你，想想就头大了。哎，我可没这么要求你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这还用说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吗？行啊，那你倒想怎么样吧。我恐婚，先等等再说。行啊，不让你等，你打算等到什么时候？等我60岁退休了吧。60岁？对，退休了我再跟你结。你要是不跟我结，我再去找别人结。行，你可别后悔。这是要去干嘛？宝宝，你干嘛呢你？宝宝，我突然改变主意了，我觉得早结婚也挺好的。你确定？我可没强迫你啊。嗯，确定确定。挑战女朋友做宵夜后，我点外卖吃。好啦，赶紧吃吧。哇，大半夜的还能给我做饭的，也就只有我宝宝了。假客气什么呀？赶紧尝尝吧，第一次做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嗯，那我就先不吃了，我点外卖了。笑容逐渐凝固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是想着你做的饭吃不了吗？所以我就提前点了一些东西送到家里。我做饭吃不了，一时无法接受。那你别让我做呀，你知道这几个菜炸了我多久吗？这个山药炸得我满手都痒呀。主要这不是担心吃了你做的饭以后就再也不想吃饭了。行，以后我做饭你都别吃了，也别喊饿。生气了。宝宝，你真不和我吃一点啊？啃半天了。不吃。哎呀，你闻一下，真的特别特别香。滚。好吧，那你这个不吃的话，那我就自己享用了啊。哇，你看这个大虾，故意吃出很大声音。嗯，真好吃。继续发出声音。当我跟女朋友说不能陪她过年，钥匙跟身份证都带好了吧？都带好了。啊，那就行。宝宝，要不你跟我回去吧。我不去了，你踏实回吧，祝你安全。冰箱里都是你爱吃的，我都给你洗好了，分好类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情绪低落。放心吧，自己安全啊。那我先走了。路上慢点。拜拜。依依不舍。哎，宝宝，我给你点了份麦当劳，你一会儿记得取一下啊。家里冰
暗中观察，假装外卖员再次敲门。您的外卖。你咋回来了？你这个小笨蛋，我本来就没想走，我就想看一下你自己在家能不能照顾好你自己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哎呀，磕的疼不疼啊？不疼，有你回来哪儿都不疼了。走，回家我做饭吃。今年过年不能回家了，我也给咱妈准备了一份惊喜。妈妈给我们点的麦乐送我收到了，里面的祝福我收下了。好，妈你们要注意身体啊。阿姨新年快乐啊。新年快乐，拜拜。我的宝宝也要新年快乐。哇，当女朋友来带姨妈时，大哥你是不是气儿不顺呢？有一点。那要不要小小的吵一架？可以吗？可以。 Round one。 你干嘛呢？你这么宽敞的地方你把它弄洒了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能不能珍惜别人劳动成果呀？啊，平常你连卫生都不收拾，你为什么要把它弄洒了呀？这是我刚沏的红糖水，还没喝呢就被你弄洒了。那再沏一杯不就行了吗？不喝了。不错，非常投入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宝宝好点了吗？好像好一点。那还要继续吗？ Round two。 哼，桑雪飞，平常都是我洗衣服，你能不能给他收拾好呀？那我洗不就行了吗？是啊，你洗，你有几次你把衣服放在洗衣桶里啊？有一个月有一次就不错了。收也不收，洗也不洗，什么都我来弄。那放洗衣机里洗了不就行了吗？放洗衣机里洗，你哪是找了个女朋友啊？你简直就找了个保姆，好不好？哪有啊！不洗拉倒，我也不洗了，都别过来。沉浸是杀气，怎么样？好点没？好点没？这次应该差不多了。那还继续吗？嗯。Round three。哎，我前女友就不这样。全国女朋友的脚统一的味道。哎，宝宝，人家都说女生的脚要比男生的臭好多好多倍。谁说的？人家网上好多这么说，说男生的脚是400倍细菌，女生的是2300倍细菌。放屁！毫不相信的表情，仔细闻闻。我怎么没味儿啊？又深吸一口，直接妥了。干净的很，我这天天洗。那你后面玩去了？真的一点味儿没有吗？我也来试试。靠！当我跟女朋友说想要个宝宝，大哥，我想要个宝宝了。什么？我想要个宝宝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。爸爸。爸爸。你干嘛呀你？我不是你的宝宝。哎呀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俩结个婚再要个宝宝。想得美！哎，你知道现在养一个宝宝有多不容易吗？每天都得担心他是不是吃的好，穿的暖。我还得担心这吃的用的是不是安全放心，凑多少钱？哎呀，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嘛。我带你看这个，在京东母婴购买商品罐底带有身份码的奶粉，就可追溯到源头。宝宝尿裤尺码还可以随心换，就连喂养的电器都可以换代修。4月1号到13号，关注京东母婴抖音官方直播间，母婴好物五折抢，还有1元秒杀福利说不停。哎，你别跑，你这么跟个小孩似的，刘三岁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还不赶紧回家？走。